now like to invite Mr. Han Shaogong to the podium to give his acceptance speech. It will be given in its entirety in Chinese. It will then be followed by R.C. Davis, who has agreed to read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speech. Han Shaogong.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晚上好。我非常荣幸地站在这里接受各位评委的鼓励，领取第二届纽曼华语文学奖。我知道有此有资格获此殊荣的作家远不止我一个，因此这个奖意外地降临于我，与其说是对我的肯定，不如说更代表该奖的 资助者、组织者以及全球众多读者朋友对华语文学的关心与支持，谢谢你们。对不起，我在这里只能用汉语来表达我的感激。尽管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用法语、日语、俄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等其他的语言 来表自由地表达自己和结交各位朋友，当然这太难了。全世界有5000多种语言，任何一位语言天才只能望洋兴叹。其实任何人对也无法穷尽自己的母语，英语单词量据说已接近50万，而且每年还在增加数千新词。 康熙字典收集了47000个汉字，由这些字所组合的词更是变化多端，无穷无尽。因此，我们哪怕在像俄州大学这样的大学里面读上一辈子或者3辈子，其实都只能熟悉我们母语的很少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在人类 复杂丰富的生存的实践中，每一种语言既是公共性的，又是非公共性的，以致不少常用词在具体的语境那里也总是歧义丛生。比方说，一个小毛孩和一个成年人对结婚这个词缺乏共同的体验，不可能有共同的词义的理解。同样的道理，分别 住在寒带和热带的居民对太阳这一个词会有相同的感受吗？终身的定居者与频繁的迁居者对家乡这样一个词会有相同的联想吗？当下全球化的现实是富人在无国界的发财，穷人在有国界的打工，全世界的富人及 富得几乎一个样，全世界的穷人穷得很不一样，有点像绕口令啊。那么我们所说的全球化是哪一些人生的故事呢？这种五花八门的全球化，是否能够借助一本词典而获得统一的定义呢？10多年前，我正是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村庄开始了这样一些的困惑， 并获得了写作《马桥词典》的最初的动力。语言是生活之门，一张张门后面的生活马桥是一片无限的纵深，需要我们小心的冒险深入。今天，由千万个马桥所组成的中国故事，构成了争议不休的难题。现有的各种理论似乎都不足以描述这个巨大而莫名的 现实不足以诊断它不可思议的重重的困局和勃勃的生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应该删掉这种现实，还是应该对我们的语言以及语言的各种产品保持一点更多的警惕呢？这本获奖的小书当然不是一本真正的词典。 虽然很多书店的职员曾经把它误列在工具书的书柜，甚至有人以为马桥
是与牛津有意对偶和比拼的一个品牌。这本书只是一本小说，它并不许诺永恒的普世的权威的解释，无意冒充理论、史学、工具书等等。像其他的文学作品，它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现场、细节、差异、个别、另类、模糊性的守护， 也许只是重申怀疑的权利，让人们的定见向更真相的更多的可能性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总有一副多疑的面孔，或者说文学总是以非公共性的方式来再造公共性，一再用新的粉碎以促成新的聚合，用新的茫然引导新的明晰。这个过程大概 永远难以完结，因此这也是我们不论多少次听到文学将要灭亡的预告，其实也用不着过于担心的文学命运的理由之一。谢谢大家。